学习书法其实没有那么难。今天老孟呢，就跟大家一起来写一幅《斗方以赠诗友》，写四个字，道法自然。现在呢，比较流行呢，中间落款。那么这张纸呢，是四尺整张对开，也就是二尺乘二尺，叠格。如果中间落款，那么我们对折，转过来，这儿不要摁，留出大概落款的这个空间，压出一条线来，然后把这个边界留出来。我们再来看这个纵向，纵向呢，我们把它对折，对折之后，咱们看这个格，现在是一个长方，那么我们找一个接近于正方的这么一个高度，来把它那个天和地留出来，这样呢，道法自然，中间留出落款的这个空间。